杨丽英、于子玉婆媳搞笑装扮，画上铁狮玉玲珑妆，要告诉小嘉玲，女人言语无法形容的痛。台剧《俗女养成记二》经典片段，让不少观众回味无穷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是妈妈的模范，你一直比我坚强。妈妈在那边，你不用怕，哦，你想。 新加坡亚洲内容大奖公布入围名单，《俗女二》入围最佳喜剧节目、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女主角等3项大奖，成为台剧大赢家。消息传为台湾剧组超兴奋，导演、演艺文之呼希望通通拿奖。一条人命值多少钱？ 而由郑仁硕、蔡淑臻主演的《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》则入围最佳影片大奖，郑仁硕更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，他也特地发文感谢剧组目前幕后成员。 听到这洗脑片头曲，就知道台剧《妈别闹了》要来了。女主角 Billy 唱的完整版终于释出。 不仅唱，剧中演技也虏获观众的心。《妈别闹了》席卷亚洲，日前蝉联香港排行榜前10名共3周。台剧借由 OTT 平台上架，国际上好评不断。TVBS新闻张家宝、徐婷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